哇，你煮那么大一锅，我们就三个人吃哎。啊，这个还没拿盐巴，那个小罐的盐巴，小袋的盐巴帮我拿吧。嗨。啊。有点累，怎么绕了蛮大一圈的。结了，开门呢，开门呢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我的老天！没有 free。他有提供爱心沙。啊，进电梯了，进电梯了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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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下面应该是冷冻。有冷吗？有。倒霉，忘记啥。锅具。可以。嗯，可以。简单的锅具。嗯。盘碗盘也都有，这就是老婆想要的，很方便啊。小厨房、厕所，还是免治。好小巧的浴室啊！哎呀，还可以泡澡。今天晚上要睡的床很大，超大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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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腿按摩机，棉被，枕头，阴影镜头，然后一个小花轿。Hello， 先介绍到这边，到这边已经12点多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穿透那个哦，还有小羊排耶！来啦，你可以塞衣服啊！你看，整个神户高速公路，我可以拍夜景了。这是他民宿的。超贴心的一个设施之一，脚部按摩机，每天晚上大家都要按。那只要按个自动，大概可以按个15分钟吧，对吧？对吧？按人都没有人要理我。来看看。在切青椒，在炒肉丝。我刚刚从立足超市买了一堆生鲜食材回来，今天晚上要吃火锅大餐。这是刚刚煮的火锅，只是鸡腿，看起来好香啊！
因为肉还没下去，蛋还在里面。所以菜还有剩这个绿色的菜，都不敢先下去。哇，这是我们这个还要炒菜，这个也要炒。哇，我爱点虾虾，你要煎还是要煮进去？拌一拌。哇，有牛排，煎虾的。臭小子在干嘛？剥蛋。好玩吗？好玩，但好累啊。这是煎好的牛肉吗？牛排吗？我煎的。它那还能吃吗？那个大小吗？对啊，巨人对养乐多。哦，羊大缸吗？没有。今天他不出场。好像没有。耶！哎呦！我煮的差不多了。进锅里。嗯。哇，你煮那么大一锅，我们就三个人吃耶。啊，这个还没拿盐巴，那个小罐的盐巴，小袋的盐巴帮我拿。嗨。啊，你加汤了哦。